你是要选 S 先生还是 S 小姐？可要好好慎选，不要压错人了。我现在东西已经给你了，你要小心，不要搞到我们两个都坐牢了。朋友，等一下刘议员会出现，那地下金主今天也会出现。有如果陈毅有一天跟你要回 X 的身份，当然是还给他啊，真的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谎言游戏》。